立志想將日本立食文化喺香港廣泛推廣。我哋嘅分店都喺地鋪啦，希望快捷咁提供價格親民而且質素高嘅食物俾顧客嘅。之前試過晚市禁堂食，又有限聚令，食肆一定有影響嘅。咁好彩我哋係立食啦，節奏都比較快，咁影響都會細啲。因為我哋有好多外賣客，加上有外賣優惠，到會餐單都佔一大部分嘅營業額。我哋全線用緊餐飲王嘅 POS 同 ODO 落單系統，簡單易用。因為鋪頭細，樓面同事唔多 ，ODO 落單可以慳到人手。客人 scan QR code 落單之後，偏塔會自動出飛，師傅會直接準備食物，過程流暢。而外賣就更加方便，喺鋪頭門口甚至屋企手機落單，網上俾錢，預翻時間過嚟攞餐就得啦。我哋認為只要靈活應變，用心做好食物，一定會有客人欣賞。Everywhere 嘅一站式雲端 POS 系統啊，幫助客户簡化佢哋管理流程，可以提高佢哋嘅營運效率。我哋都為佢哋顧客帶嚟一個豐富嘅用戶體驗，唔單止係增加客户嘅收入啊，同時亦都可以為佢哋利潤帶嚟提升。我哋嘅定位啊，並唔係做一個單一嘅產品開發者，我哋角色係做一個餐飲業 POS 生態系統嘅建構者嚟嘅。我哋產品最大嘅特色係可以好簡單咁就同第三方做一個無縫嘅結合。例如會計系統，我哋會同 Zero 合作啦；庫存系統，我哋會有 Food Market Hub； 外賣平台亦都會有 Food Panda、Deliveroo 等等嘅。支付啊，我哋都有信用卡公司 Apple Pay、Alipay、WeChat Pay 等等，為餐飲業嘅客户啊提供一個真正嘅一站式解決方案。Everywhere 嘅產品喺香港、澳洲、台灣、新加坡。同其他嘅地區得到咗超過5000間實體餐廳嘅驗證。喺未來 ，Everywhere 會繼續帶領餐飲業做數碼轉型，迎合科技嘅新趨勢。